劲喷胡椒喷雾冲突何国庆。社民連襯國慶日遊行，要求釋放劉曉波同平反六四，百幾人參加。結束一黨專政。去到近中聯辦，警方突然唔俾行，話副棺材太大。你上一次話副棺材大，整細咗，仲有咩理由啊？我諗都係大件物品，一定真係。咩叫大件物品啊，哥？交涉咗一輪都係唔俾過，仲無情百事話遊行時間夠啦，要佢哋全部離開。咁玩嘢法，國慶唔慶就期啦。咁样嚟打压，班示威者更加激动啊！警察是又噴不是又噴，卒之搞到不止長毛。淋多啲啊！連撈嘅攝影師都無端端舐埋嘢，唔係人嚟，冇武器。自己人都中埋招啊！警方拉咗五個示威者，到夜晚只准自簽$100擔保外出，可能會告佢哋喺公眾地方行為不檢。陶君衡批評警方先話唔俾棺材過，後嚟連人都唔俾去示威，做法離曬譜。